我是送货员，七个你包一个，配合一下，怎么说？哎，可以啊，我是神偷。你狼队友是谁？我怕把他吃了。不是，我怎么感觉你是好人，然后你在炸我呀？来吧，模仿者游戏。哦，健忘症只能做 NPC。怎么说？哭丑，我们两个抱团。你是好人吗？我你是好人吗？我是胖猫啊。你是谁啊？我是胖猫啊。主播吗？他是什么东西？你愿意与胖猫好、哦、我靠，我感觉这种不太正常。这个人胖猫组队吗？宝贝，哎，我说我是老烧豆腐，愿意和胖猫组队。我是老烧豆腐，我是老烧豆腐。嗯，什么老烧豆腐啊？就我的名字叫老烧豆腐。 Really nigga， 老烧豆腐。你吃豆腐吗？你平时你是好人还坏人？你老实跟我说。我先跟你说一下，我是中立。你是狼吗？我不信你啊。是中立，你说我是中立。我这把我是鱼人。我跟你讲，我如果是狼人的话，我们配合一下，怎么说？不是，那你要说清楚，你到底是啥？我不信你是鱼人。我是鱼人，哎，其实算了，我是那个流浪。又想骗我呀，宝贝？那你是不是狼嘛？你跟我说你是不是狼？我们就合作。那你说清楚你到底是啥呀？那你说清楚你到底是啥？我是送货员，你是狼，我们两个合作。啊，你又是流浪汉又是送货员的？不是，你是不是狼？你不是狼，我先把你吃了。你是不是狼？你先告诉我。我是。那就这样子吧，那这样子，你去刀一个人，不是，我七个，你刀一个。哎，可以啊，我是神偷，我是神偷啊，神偷是吧？那就来吧，来，做任务，不着急。OK， 我去，那我们找一个人吃了。有 bug， 我跟你讲，室友们有 bug。当时是，我跟你讲有 bug。一号、九号，还有一个谁？那个监控室，我们一直在这个。我跟你讲，我有 bug。哦，就是这个医生先走了。然后就是当时我去到这个关闸门的地方，医生的死亡地点是关闸门这里，看到了那个四号，还有另一个人，就是刚好从那边出来，所以可以希望这个可以解释一下。我也在监控室门口的。我就是二达已经在一起。七号说的一样，我跟七九一直在监控室。我就是二达已经在一起。我跟七九一直在跟七九九。一直在监控室，然后其实我在监控室里面是看到八号了，然后还有十号，但是他们两个都是先出去的，所以我这边先怀疑一下八号没有踩的意思。我发现我是在桌上，做完任务之后就在这个祷告场门前就看这个十号和这个八号在跳舞，也不做任务，我就在说他俩，呀不做任务呀，然后俩就走了。走了之后，然后六号就在做任务，然后六号就说我卡了，然后就一直在日强。我说六号这干嘛？日强干啥？我看你啥身份。然后测出来六号是个妹子嘛，是神秘客中立吧，然后他还在卡，就是中立哪个？我在问他，然后他还在日强，估计是真卡。有隐形啊，这把有隐形。你们当时不是过来的吗？我正好看到这个尸体爆开了，我们去找一下旁边的人。因为隐形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说刀完人之后，然后我是想在外面找一下，看有没有人显影，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不报警，然后你们就过来了。如果你们要踩我的话呢，我可以质证身份，好吧，我这个身份质证挺简单的，过了。那我是看见了四号了，然后我就一直跟着四号。当时看着四号，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去找那个，他叫我先不要报，然后叫我去找一下旁边有没有那个现行的那个隐形的那个叫神偷是吧？那我就跟着他一起去找那个神偷，然后没找得，然后直接报了。刚开局的时候，我是看到八号还有几号，还有这个三号，他们当时是在一起。
在祷告室门口，然后就在那时候我突然卡了，被这个网易制裁了，然后我直接就那种直接我这边的视角是看见我直接穿墙了，我直接穿墙了，我不知道咋回事啊，然后我就重开了一下就开启会议了。嗯，这个我还三号既然这么说了，那我也无话可说了。照这么说的话，当时是9号、1号是和我在一起的，然后4号、哎，别说，先投6啊，3号别把鱼人投出去了呀！你不是神秘客啊？不是，他说把六投出去，我说别把鱼人投出去，因为三号不是验了六是中立吗？我也能报身份，你们都报身份不怕阴谋家吗？所以我没报啊，你们要怀疑我，我就得报。我看是为什么没有看到五号，我们继续报团吧。5号，我是4号，5号，怎么说？我有重要信息，五号呢？我有重要信息，我有重要信息，我有重要信息，五号呢？五号呢？五号，来，过来，五号。八号，不要报啊！哎，走开！你们在干嘛？你们走开！都走开！都走开！五号，我们两个走吧，我们真心换真心，五号走。别打我，不说话。来，你们都走开，都走开，都走开。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走吧，走吧，五号，我们做任务。李狼队友是谁？我怕把他刀了，我怕把他吃了。李狼队友是谁？是九号。九号是李狼队友是吧？行，那我得小心点。你确定是九号吗？你没看错吧？不是我怎么不是我怎么感觉你是个好人，然后你在炸我呀？没炸你啊。对不起，我差人。九号是吧？他说的什么？九号在哪里？有人知道吗？九号在哪里？不知道。九号在哪里？有人知道九号在哪里吗？九号在哪里？九号，九号，有人知道九号在哪里吗？有人知道九号？我就是爱达已经在一起。你狼队友是谁？是九号。你确定是九号吗？你没看错吧？九号在哪里吗？有人知道九号？九号你好。我和尸体的区别是什么 ？OK， 我杀的，我是警长。一号，我跟你说，我是警长。我把那个九号还有那个五号杀了。我是警长。我把九号五号杀了，现在还有个送货员，我们把送货员排出来就可以了。之前谁说他是侦探来着？四号说侦探，四号验了，六号是什么身份？哎，等等，我有点怀疑一号啊。你呢？信不信兄弟们？什么叫王牌警长？送货员我杀的，五号我杀的，九号我杀的。我一个警长全杀了，什么叫大脑警长？什么叫卧底警长？四号宝贝，你好狡猾呀！一个人玩好无聊，一起玩杯子。我要睡觉了，哈哈，下次吧。记得点赞、投币、收藏、评论、加弹幕，求求了，求求了！每天晚上10点来我直播间，模仿者启动。